我很坚持自己，还有祭典有一个依归的地那个艺人，所以祭典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像年纪啊，回去跳舞就到其次，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融怎么样融入在那个生活里面，跟所有的人。那对我来说，一年也许只有一次的机会，我很珍惜。因为一回去呢，看到部落里面的人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正的属于那个地方，然后可以用最自然最舒服的方式跟大家生活。那虽然只有一两天的时间，但是对我来说都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去的这个机会，再回来工作，可能我就会有更多的能量，就是力量，对，可以去面对更多的事情。对，很多原住民的孩子都会在找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不知道，其实就在部落，其实就是在你祖先来的地方，对，他就会有力量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就看到说阿妹就穿上这个自己的传统服的时候，啊、就有那种骄傲的讯息耶，对，会哈，对不对？就唱自己相当的，对不对？开心，你知道，像我每一次如果说有那个唱跨年嘛，31号跨年完，其实回到家都已经凌晨4点了，然后只能够稍作那个整理，然后就又出发回台东。那一到台东呢，虽然很累，可是呢，你一踏上这个部落，你就会感觉说啊，所有的精神都来了，然后赶快穿传统服，那到会场，一到会场就哇，整个好像那种脱缰野马这样，因为所有族人都在，然后可以大叫啊，大唱啊，然后笑啊。那有些时候看到很多那个好久不见的同学然后朋友，然后就很感伤，就会掉眼泪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天呢，所有的事情会一直在你面前出现，就是不管是好的坏的，但是呢，你过完了那一天之后，你上来台北，哇，你会觉得整个很舒服，对，所以觉得很自在，充满的力量，对，我们找力量的来源就是回到部落，对不对？其实会想说未来的有可能阿密特品牌新的，对不对？鼓励来阿密特会开始慢慢的去唱自己的族语歌吗？其实这个都有可能的，因为阿密特的品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，对，那我会在一刚开始会希望他的身上的音乐呢是没有太多包袱的，就是什么歌都可以唱的那一种，那一刚开始呢一定会先放一些实验性的音乐在里面，对，那慢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原住民，所以我也会很希望用阿密特去发一张这个原住民的专辑，我们真的很期待。当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定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一下，阿妹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唱自己的族语歌，有一首族语歌唱了这个部落的老人家会笑，最重要妈妈会很开心的一首歌， 对， 对不对？这首歌叫阿拉木，阿拉木，我们来的意思，来的意思，对，好，一起来欣赏阿拉木。